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share home。这里有一个小的洗手间。这里就是客厅和厨房，都挺正常的，有微波炉啊。锅啊，锅碗瓢盆橱里面都有，然后这里还有洗机。洗碗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我们先去卧室再出去吧。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露台，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，也可以在这里休息。然后我最最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这个 jacuzzi， 就是晚上坐在这个 jacuzzi 里，然后看星星，真的是超级超级爽。面朝大海，正常正常，上不上？墨西哥超市 Fresco， 来墨西哥超市大采购。哇，这个感觉比美国的超市棒多了。你知道怎么样去读这个墨西哥币，很好理解它的价格吗？怎么样？除以二就变人民币。买了117墨西哥币。你除以二，五十八人民币。58块钱人民币。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 area， 这个很棒啊！我觉得这个 UFO 不错。可以。Gracias。哈哈，棒！看一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，天哪！真是担心我们吃得完。吃得完，吃得完。TC 说吃得完。TC 吃得完哈。TC 现在有空间可以吃了。TC 他就是不准备带我出去吃任何一顿饭，整个全部在家里面解决。那也。购物完成了，回去做饭吃，走。
好香啊，小秋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在做炒蛋，各种大杂烩炒蛋。哇塞！哇，这是好香啊！这哇，这个是美的蔬菜大杂烩，蔬菜大杂烩棒，更健康棒。先开始，我想把饭放进去，热一下。就是 TC 每个星期每天最开心的环节，吃晚饭环节。哇塞，这是 fantastic！ 来尝。哇塞，快走！假的，我也来尝一尝。完美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。全部吃完了。嗯，今天现在吃锅。太好吃了。把锅给吃。又是 TC 吃饭时间到了，对不对 ？TC 这次旅行是吃播。天哪！试试哈，这是小秋做的 TC Scramble。嗯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天哪，太做作了。没有，真的特别特别好吃，怎么会这么好吃的？嗯，就是没有多熟，没有就是没有多一点。恰当好货，晶晶，我要去泳池边玩啦。上厕所回来这么开心，啊，爽啊！上吃墨西哥饼包牛肉蔬菜加 mayo。 好， TC 先来包一个吧。先放酱啊。你感觉我饼还烤了一下呢，感觉好棒啊。我本来菠菜不准备烧熟的，但是我发现菜不够，所以我还其他菜我想烧一烧，所以我就一起烧。还行哈。给大家看一下 TC 这个炒面被 TC 当成了泡面，这水平多高能做成这样子，我天哪，还 OK 吗？当时他买这个炒面的时候想，TC 要吃炒面挺有想法的，结果被他泡成了泡面，我天哪。不是当时买这个炒面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它是个炒面， UFO 炒面被 TC 当泡面。